受一下民俗文化。那再次呢，代表淡水平安师呢，欢迎来自我们。祖师呢，那源发于我们大陆泉州哦。那我们清水祖师呢，他原本是一位高僧哦，一些位就会勾肩哦。然后呢，在呢整个我们得道之后呢，在整个清水岩的地方，其实他原本修为清水岩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呢邀请到我们的请师团。哇，那我们总共有六只的狮子来祈福啊。代表六只狮子，代表六六顺心，六六大吉，六六大利哦。来自我们民社团短民社馆的龙狮团，这就是我们的广东狮哦，刚刚大家所看的。不一样哦，黄狮呢，他们的外形部分呢比较活泼，也比较花俏哦，跟台湾狮不太一样。
欢迎民社馆我们的赞美团。也是属于我那里八卦哈，那里八段哦，那里搞声吼。那他这某人讲这搞声叫做客观哦，叫做客观，称谓不一样哦，但是都是那里北管、那里八卦以及那里南管嘛是有吼，都会称呼那里客观。那一般呢，月社来讲所侍奉的主神，大部分都是西秦王爷以及田都元帅哦。都是属于戏曲类、表演艺术类，大部分呢供奉的都是田都元帅以及西秦王爷哦。等下欢迎碧月社来的北管，神将团，
水平的山，咱的地主代表太阳上青天。来，地球咱青水做水呀，给咱地球咱淡水平安山，咱给咱地球太阳上，心动不动啊，一望无际的，咱地球咱守护，咱的守护的花种的最好，大家拢来当心胸舒心。来，涌上的县道啊！今晚嘛，要请到咱。